哎呀，吃饭了。哎呀，这怎么了？还给我一个惊喜吗？全网都开盲盒，这么流行，我看一下有什么惊喜。哇，这什么啊？给你们看一下啊，盲盒。天哪！哎呦，我的妈！这肯定是好东西。啊！吃饭呢。今天这个给你准备的怎么样？这盲盒，你这个惊喜给我大吃一惊呐！怎么搞的？不好吃吗？还不香吗？这四个菜加起来还不值八块钱呢。八块钱，这是我的爱，我很用心的在准备耶。这个是免费的，不要钱的。这个是隔壁老王家种的，这个是我自己包的。这个是样品，直接寄过来不要钱的。这个是。别人送我的，八块钱都不值哦。昨天还说给我一个大惊喜，没想到我因为还有大猪脚、大猪蹄子、大排骨子、羊腿。导演不允许，还吃羊腿子。你看我吃什么？我一点食欲都没有啊。一点食欲都没，你别吃了。